今天又要出发去机场啦，准备要搭的是东京成田机场飞往台北桃园的华航 CI101 号班机，机型是波音777-300ER。上次有体验过商务舱，记得要去看影片哦。这台机龄将近8年。今天应该是满机的关系，所以我原本订的是经济舱，可是在 check in 的时候，他帮我换到豪华经济舱。准备登机咯。华航777的豪金舱采242配置，座椅是固定椅背设计，座位之间有加宽的扶手可以放东西，腿部空间充足，前方座椅下方也有脚踏板，眼前有个12寸的触控萤幕，下面有 USB 插孔，餐桌背面有个折叠小架子，带有一个杯架，餐桌拉开后的面积不小，中央扶手下方有插座，前面的椅子还有置物架可以放保特瓶，也有挂钩，降噪耳机感觉跟商务舱的一样，戴起来还算舒服。耳机插座旁边刚好有个小空间，不知道是不是拿来塞耳机的。座椅旁较小的按钮可以调整腿部支撑，比较大的是控制椅背的角度。整体来说，空间很宽敞，皮质的扶手也很舒适。头枕可以调整固定头部位置。豪金舱前后大概有2面窗的距离，但是要注意32排会被机体结构挡住。华航豪金舱座位腰部跟腿部支撑性稍微差了一点，不过短距离是没什么影响。准备起飞咯。今天天气很棒，风景很美，可以看很远。送餐前来玩玩娱乐系统，反应还算不错。电影选择也很多，一开始先送上饮料，我选了照烧汉堡排饭，用餐的时候把桌面拉近比较方便。日式洋食蛮适合在飞机上吃的，看到政府宣导影片就知道已经靠近台湾了。晴天的台北跟台湾的海岸线好美。准备降落咯。已经看到桃园机场了。华航777豪金舱体验就分享到这边咯，要订阅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